们请吃草的话，你们起来小心上台。Yeah.
好，我们音乐和协会还有彰化县市众教会在下个礼拜六早上8:30到11:00在成功公园要举办很棒的圣诞写生比赛，我们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带着你的小朋友，国中国小跟幼稚园的小朋友可以到成功公园来举办写生比赛，还有免费的简单的健康检查。另外